陆云，你在发什么愣呢？你看火都灭了。是不是又在想天心啊？天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铁川交代啊？别胡思乱想了。算命的不是说我们天心，说他福大命大，旺父母旺子孙，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。你看他上次走丢了，不是被汪庆堂找回来了？可是汪庆堂这次不会那么轻易罢手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天心在汪庆堂手里？这怎么会呢？汪庆堂知道天心是你的女儿，他不会带走她的。是谁告诉你的？是白猿跟我说的，天心是被汪庆堂拐走的。不会的，汪庆堂他没有道理这么做呀。是雪梅社的毒计，他要利用天心逼我离开世红，逼我离开这里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的。我已经警告过汪庆堂，叫他离你远远的，叫他不准动你一根汗毛的。可是雪梅这么恨我，他爹一定会帮他出气的。哎呀，这白猿的话能信吗？我们周家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不就是被他害的？你怎么还相信他的话呀？妈，汪庆堂连驾马都开了。不可能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谅他不敢。他有什么事情不敢啊？他找人打了我，烧了我的绣布，然后还砸了我的摊子，他逼得我无路可走。妈，他为了雪梅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啊。陆云，原来你的伤都是被人打的，你怎么不跟妈说呢？你妈，我怎么忍心揭穿他的真面目，再次让您伤心呢？我现在就去找汪庆堂，我绝不饶他。哎，妈妈，就先忍忍吧，就先让白猿去处理。现在天心在汪庆堂手上，我们千万不能把他惹急了。晚一点，天心会被送到白猿家，我相信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天心接回家了。陆云小姐，哎，您来了，哎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汪庆堂把天心送回来了吗？汪庆堂那个老家伙见钱眼开，拿了白爷一大笔钱以后，他真把天心给送回来了。天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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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心呢？啊？天心呢？汪庆堂不是把他送回来了吗？你瞧瞧你，你这一进门就急着找天心，从见着我连个谢字都没有。跟你说，我今天为了天心的事，忙得我连一口饭都没吃上。我想你这几天也没有好好吃顿饭。来，陪我喝两杯。吃点东西。我没有心情，
如果天心没回来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不用骗我，我不打扰了。你就这么嫌弃我？若云，你小时候你闯祸了，是谁帮你背黑锅挨鞭子的？每当舅妈罚你不准吃饭的时候，又是谁偷偷给你送东西吃？哦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全都忘了是吗？你见着我总是冷冰冰，一句好话都没有，在你心里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。你嫌我碍眼，嫌我给你丢人是吗？今天如果不是我出钱出力来救天心的话，你压根儿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一眼，对不对？好，白远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知道，也谢谢你为了我，为了天心尽心尽力。我欠你的钱以后我会还给你的，我敬你。这才像话吗？来，若云，为你们母女团聚再干一杯。我敬你。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独处，多难得呀。若云，让我看看你啊，这几年你受委屈了。好了，哎，让我看看你怎么了。你喝多了，醉言醉语的。我人醉，但我心没醉呀。我现在清楚得很，我想得到你的心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你是先有了于世红，后有林铁川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在你心里就没有我白猿吗？你爹要林铁川入赘，林铁川愿意，我白猿也愿意呀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下？若云，
在你新婚的夜里，我一个人跑到河边，我痛哭了一场。我白渊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的。那就抱歉了，你的情我是还不了了。好了，谢谢。王庆堂，王庆堂，玉琴，果然是你。若云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，原来你真的和白元狼狈为奸，劫走了天心。你胡说些什么呀？天心不是让若云送给别人养了吗？再说我到这儿是找白元谈生意的，鬼才相信呢。你爱信不信。我懒得跟你解释。站住！你这个自私自利的男人，你为了宠爱雪梅，你不惜伤害我的女儿，你还派人烧她的绣摊，你现在又劫走天心来报复若云，你还有完没完你？再这么胡搅蛮缠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走开！王庆堂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放过若云，你知不知道你劫走的是你的亲生外孙女，你伤害的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我说你是不是想外孙女想疯了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若云她真的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何玉琴啊，你就算想骗我，也没必要编这么荒唐的谎言来骗我吧？啊，王庆堂，我本来是要隐藏这个秘密一辈子的，可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残害自己的骨肉。若云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，你还记得当年我怀的那个孩子吗？何玉琴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必须要拿掉。我不要，庆堂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是你的亲骨肉啊！你当年的孩子不是？当年孩子的亲爹不要他，硬逼我拿掉他。是那个孩子的命大，侥幸存活了下来。你不要告诉我，那个孩子就是……没有错，他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孽种。你要相信我，若云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。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当年
当年我走投无路，万念俱灰的时候，遇到了于轩。可是我并没有告诉于轩我怀了孩子。生下若云以后，他们父女情深，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于轩这个事实，我也不愿意让若云知道他有这么狠心的亲爹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如果我继续隐瞒事实，如果我继续放任你残害自己的骨肉，那我岂不成了罪无不赦的罪人吗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你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你说过，你千万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，可是你不听啊。我做了什么？我竟然为了一个女儿的幸福去羞辱伤害另一个亲生女儿。天哪，我究竟造了什么孽呀？我求你，我求你放了天心，我求你不要再伤害若云了。玉贤，我真的没有怪罪天心呢，请你相信我，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会再骗你的。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是白云诬赖你？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等等，白云一直对若云心怀不轨，我猜他一定是想利用孩子做诱饵骗若云上钩啊。那若云现在在里面啊，那岂不中了白猿的圈套？不对，我得救若云去。我跟你去。哎，玉琴，我一个人进去跟白猿周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出孩子，救出若云的。也你放心吧。啊，开门，开门！大半夜的敲门，谁呀？来了。哟，王老爷，您大驾光临啊！哎，今天真不方便，这白府有贵客，要不您改日再来？我找你们白爷有急事，耽误不得。我，让让开！哎哎哎，王老爷！哎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为了你错过了很多的机会，至今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你不要辜负我，不要拒绝我好吗？你放尊重点。哼，那个连铁川就是个活死人，难道你真要守一辈子活寡吗？你难道不是吗？你放开我，放开你，我好不容易盼到你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你别过来，你要过来我就死给你看。若云，别王老爷，您别这么闯，这白爷实在不方便。王老爷，您别这么闯进去好不好？到时候白爷蹦得下来，我担当不起呀、啊！王老爷，求求你，您行行好吧。你等着我、啊，耽误了大事，你白爷能放过你吗？我走开、王老爷，我是在开玩笑，别。你别过来！你没事吧，白爷？我女儿呢？天心呢？她在哪儿？你把她还给我！她在哪儿？白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白爷，我拦过，我真拦过，我拦不住，我混蛋！幸亏我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白白被你冤枉了。你究竟安的什么心呢？我呢？我只是怀疑你为了给雪梅报仇拿天心来当筹码。胡扯，是你拿孩子做诱饵想诱拐人家若云上钩，
这么缺德的事你怎么做得出来呀？若云毕竟是有夫之妇啊。我跟我表妹说说话怎么了？碍你什么事了？你王老爷，王老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我女儿还给我。如果你真的杀了我才能解你心头之气的话，你就把我杀了吧！我求你把女儿还给我，我求你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，但是，哎呀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这里很危险，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好吗？你母亲在外面等你，别让她着急呀。放心吧，天心的事情我打听到了，一定告诉你。哎呀，快走吧！哎，干什么呢？白云，这生意到底是做还是不做？现在跟着我做的是正当生意，那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了。哎，想不到你私底下干出这种侮辱良家妇女的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那会影响我汪记百货行的信誉啊。白老弟啊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再说那若云是不可能离开铁川的，所以我劝你不要再打若云的主意了。这大小姐也够倔的。好，算了，不说这事了。啊，对了，至于那孩子嘛，你可要看好了，但千万不要伤害他。这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到那个时候谁都帮不了你的忙啊。啊，哎，谁说天心在我手上了？我只不过用天心来勾引一下若云。看什么看？你在这干嘛？出去，滚！王老爷，哦，还有呢，就是百货行的事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你说，百货行那个资金呢？怎么，你不打算投资了？说实话，就那丁点钱都不够我塞牙缝的。哦。你嫌股份少啊？那好，你说你想占多少股？一句话，你放多少我就吃多少。爽快啊。来，王老爷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你们两个也未免太大胆了吧，就这样闯入白元家，下次有这种事情好歹也跟我们商量一下嘛。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就仗着白元对我还算客气，所以就冒险去了。可是没想到他借着酒劲儿，什么下流的事都做得出来。混账东西，我拼了这条老命找他算账去。爹，我就是为了天心才差点失去理智才会去冒险的，我现在怎么能让您去冒险呢？雨轩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斗不过他的，要是斗得过，老宅也不会落到他的手里。可是这汪敬堂怎么可能帮若云解围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觉得好奇怪啊。哎，妈，是不是您说了什么特别的话，所以让他感动了呢？雨晴，你不会求着汪敬堂答应了你什么吧？他
真的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王庆堂那个人冷酷无情，只要对他自己有利益的事情，他绝对乐得做个顺水人情。这次天心的事情，白猿栽赃给他，他气得暴跳如雷，他顺势替若云解围，正好证明他自己的清白啊。所以孩子真的不是汪庆堂拐走的。爹，少奶奶，您今天可真风光啊！城里有头有脸的都来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而且报社的记者又是采访又是拍照的，我想啊，汪记百货行的名号肯定会响遍全国的。世侯啊，也谢谢你，你让我赚足了面子啊。爹，这是应该的，您别客气了。爹，世红是您的女婿，您还客气什么呀？您的事啊，她向来义不容辞。哎呀，大家忙了一上午，我在阅兵楼订了几桌酒席，大家一块去热闹热闹。好啊，世红，我们俩一起去接妈吧。哦，不了，你们去吧，一会儿我还有事，得出去一趟。谁不知道啊，又是周若云家的事情吧。世红啊，天心那孩子有消息了吗？一会儿我去他们家看一下，看能否帮上什么忙。周家一定是急疯了，他们居然以为是我拐走了天心。哦，周家人以为是我要替雪梅出头，拿孩子出气，我怎么可能向一个小孩子下手呢？啊，爹啊，若云他们一定是急坏了。一会儿我去周家的时候，我会帮您解释这个误会的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出了事情就诬赖我爹。爹，我看那何玉琴就是有意要招惹您。行了，别胡扯了。哎，世红啊，你说这事会不会是白猿做的呀？他一直以来都对若云心怀不轨，他会不会利用孩子逼若云就范呢？白猿，我怎么没想到是他？不过像他这种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哎，世红啊，你要赶紧去救天心呢。爹，您充什么好人呢？白猿无恶不作，您要世红冒着危险去救跟我们毫无关系的小孩，您怎么那么糊涂啊？雪梅啊，我这百货行刚开张，这周家到处说是我绑走了天心，你让我怎么做生意呢？哎，再说孩子找回来也能还我一个清白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让世红去，多危险呀。天心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。我说，我带你们去。走。你开门，快点！
来，滚开！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来，来，快，走！两位爷，你们不能这么把天心带走啊！我一会儿我怎么跟白爷交代啊？要不这样，你再给我一拳，最好就是一拳都起不来啊！哎，等等。伯父伯母，啊，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来，来，哎呦，天心，天心，我的天心，若云，天心回来了，若云，啊，天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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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天心，你醒醒，看看妈，这是怎么了？天心，我找大夫去。伯父，您别急，秉凤他已经去请大夫了，马上就回来。天心，哦啊、天心，天心，你回来了！天心，爹好想你啊！你到底好不好？天心，我的天心啊！我说你们什么好呢？你们一帮人都照顾不了一个孩子。我养一堆老妈子都比你们强。我，说，谁干的？是，你不会连谁打的都没看见吧？是于总。谁？于总。于世红，又是于世红。我不想惹你，你却三番五次的针对我，坏我的好事。好，好，于世红，这个梁子，我算给你接下了。大夫，这儿，您快点啊。大夫来了，好，大夫，大夫，这孩子，记住这孩子，您别紧张，让大夫先检查孩子抱的礼物吧。哦，好，我到内屋去，走。脉象比较乱，但无大碍，体质差了些，好好休息几天，药补加上食补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哎，你们哪一位跟我一起到药铺去抓药啊？大夫，我跟你去。好。世红啊，这次多亏你把天心救回来，否则这后果……哎，你对周家的恩情，我是无以为报啊。伯父，您曾经跟我说过，我们是忘年之交，现在既然朋友有难，
我本来就该出手相助啊。这个白渊，他居然拿孩子来威胁若云，就不怕有报应吗？我在想，白渊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罢手，以后你们还得小心点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状况，请记得还有我这个朋友好吗？真想不到周家竟然养出这么个东西来。世红啊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件事是白猿干的？啊，其实是我岳父提醒我的，他要我无论如何都要把天心给救出来。今天趁这个机会，我要替我岳父澄清一下，天心的走失他确实是不知情，你们误会他了。世红，不是我多心，王庆堂这些年对我们的欺压，可这次他突然出手相救，这让我越发感到害怕。这里边不会再有什么阴谋吧？伯父，其实我岳父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，他之所以会找若云的麻烦，那也是因为护女心切。既然天心已经平安的回来了，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也就别再往心里去了好吗？哎，但愿如此吧。世红，你见了汪老爷替我跟他道声谢。啊，我会的。今晚你们就赶紧休息吧，这段时间也够让你们担惊受怕的。啊，至于柯家那边呢，我会去交涉的，你们放心。伯父伯母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伯父伯母请留步。好。世红，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你去睡吧，今天晚上天心睡我这儿。醒醒啊，天心！天心，天心，你们都是坏人！天心，你怎么了？走开！你们都是坏人！天心，天心，你怎么了？天心，天心，妈，是不是我不乖？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们闹脾气了。你们不要丢下我，爸爸！天心，天心，你醒醒！天心。是爹，你看看，是爹呀！天心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看看，天心，是爹，天心，爹，天心，天心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爹了，爹，是不是我不乖？妈就不要我了。就把我送给别人当女儿，我好怕爹，爹。天心，不是你不乖，是妈不好。妈以后再也不会把你送给别人了，好不好？天心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爹不会再让任何人碰天心。如果有人要把天心带走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天心跟爹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天心，天心以后再也不离开爹了。我每天每夜都要守着爹。我的乖女儿，你不离开我的好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，乖女儿。